迎收看《新白娱乐新闻》。耶！我去哥，满年满年的大来宾，好大咖、哦！真的，今天就直接坐到中间来，真的，一点也不能闲着，不行，因为我们没办法接受他说慢个五秒出场。不行，我们一定要让大家马上看到他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吸眼球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是大家已经千呼万唤的要使你出来了。这样讲的有点奇怪。各位，我已经使出来了，使出来了。今天那个柯群哥新专辑，耶耶耶！你说我听着呢。哎，其实这张专辑，它每一首歌的歌名，我老实讲，对。我不知道是我书读太少还是怎样，我都看不太懂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点难。你说我听着呢，这应该还好吧？洛西极限，嗯，然后还有个丁达尔的光，有一首歌在跟宪哥 PK， 我不要一个人在楼道里唱歌，这还是没有比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想起我还要唱？还长你应该要唱，应该要蛮长的。我蛮长，蛮长的。三宣哥，来歌。Hello， 你是偶像。Hello， 应该比宪哥长一点。可是其实我是真的要讲真心话，因为其实柯群哥他每一次出专辑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稍微去，就因为我很忙，就不太会平常就不会关注那个歌手出什么歌。但是柯群哥之前到现在每一次的歌的时候，我都会注意一下，因为他都会有梗。对。他的歌，尤其是歌词里面都很多梗，准备很齐全，他才发。对，像这首就暌违了四年，超久的，很久哎，四年都在干嘛？结婚？四年做了十一首歌，不是韦伯，喂，我这一次其实是做了一个计划，就你说我听着的社会影音小说计划，去听很多人的心声，对，把它写成歌，对，我觉得其实还蛮好，因为其实柯群哥一定是有一些故事。对，我觉得才有办法把这些这个歌曲写出来。像我就很刚刚很好奇，在还没开录的时候就想问一下说，洛西极限是什么意思？那观众其实有蛮聪明的人，他现在已经在 diss 我说这你都不知道。对，因为刚刚问完之后，我跟博森还是听不懂，还是你要跟观众解释一下。一些比较人对白话讲人话讲浅显易懂的讲一下，就是两个天体两个星球呢的最佳的安全距离。叫洛西极限。先不要转台，先不要转台，拜托。各位各位，我已经讲的最简单的，人与人一样。这叫洛西极限。那只要越过这个极限之后呢，你可能会被潮汐力还有引力给撕碎。对，撕碎之后呢，就有可能会成为像土星的环。嗯，对，那是一个星球被撕碎之后，可是大部分其实没有变成环，大部分都是撞击到那个大的星球，然后就消失了。我把比喻做爱情，其实我有点听得懂。如果是说比喻成爱情的，就是说像我跟熊熊安全距离，一个安全距离就是你嘛，隔着你，但隔着就是安全的哦。No, 但如果今天是没有，我如果遇到过了这个线，就很危险。反正你也没男朋友，还是我们用他？你家蛋有没有男朋友？我们用他，干屁事？这个是限自己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现在。我这让星光与上新闻已经变成了我的恋爱的节目了，对对对，所以就是各种结婚、各种自肥，对，各种自肥，而且我一个礼拜就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一下通告之后，我们几乎是不太联络，对，对，就是陌生人，我们就是假好了，对，因为你们的洛西极限好奇妙，很奇妙，真的，对，因为我们中间隔着的不是柯群哥，其实是隔着张立东。对啊，你知道他有一次多呛吗？他有一次在节目上面，就是我跟他去上节目，然后他竟然说，就主持人问他说：“请问一下 ，Kid 到底是不是跟立冬，你哪一个比较喜欢？”他竟然在我面前讲说张立冬，没有，不是这样讲吧？就类似说哪一个比较熟？我一直听威廉说张立冬应该是整个演艺圈里面认识最多美女的，你会不会很羡慕他？你会不会想跟他做朋友？你里面有代表张立冬的歌吗？我看一下哦，哇，应该是天命吧？哦，这是他的天命，天命，这是他的天命。他是所有男人羡慕的男人。好了，我要再问一首《丁达尔的光》是什么意思？丁达尔的光就是丁达尔效应，丁达尔效应就是你很多很多效应，我都是很喜欢的。蝴蝶效应也蛮喜欢的，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歹徒绑架。一个人啊，斯德哥尔摩，斯德哥尔摩那个人后来喜欢上歹徒啊，我知道那个，就斯德哥尔摩先会选，
所以你有在研究这种效应？有在看那个，最近不是有一个西班牙的纸房子，纸房子里面就有一个第二季斯德哥尔摩的症状。他后来就加斯德哥尔摩了。对，那丁达尔效应我真的是没听过，是什么意思？丁达尔效应其实就是我们常有时候会看到云层里面透出来的光柱，哦，很美很美，对，或者你在林间你会看到有一丝一丝的光柱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那是丁达尔效应，因为其实那个光啊，你很难看到形状，你很难看到一个柱，对，需要烟尘，就是要有胶质，要讲胶质，你才会看到，其实它是被胶质的反射之后才能看到那个柱的形状，所以它的。你要表达的意思，我表达意思其实是在说爱、希望、梦想这些东西，其实你看不太到的，它是无形的，要用感觉。对，但是只有经过你的梦想、你的希望，你就很努力，你流汗了，汗就很像那些胶纸，才能够被看见。每首歌都好有意境，我们是没有读书啊，我们都没有读书，不，这个很复杂。可是我老实讲，我蛮，如果你这样讲丁达尔效应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我看到的是不是，因为我很喜欢自潜。对，那我在水里面的时候，我就是戴着面镜在看水底下的时候，它那个光束是这样子洒下去的，是一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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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阳洒进水里，是不是也叫做丁达尔效应？对，就是、也是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就是、有一些介质，对，它需要这个介质你才能够被看见。哦，而且我那时候是因为我合作的蒙古族的音乐人，然后他就说啊、他很喜欢从云里面射出来的光，透出来的光，对，他觉得这很像神之光。感觉你很有希望。对，我就去查，对，其实发现听你讲每一首歌的名字，就会想到那个感觉，那个风景。我们不然再来聊个几首，因为我们的阿伟还没到。对，伟董还没到，检点已经到了，检点新的老板来了，来了，伟董现在很嚣张，老板，老板，压轴，刚刚伟董已经到了，但是我们故意不，他在里面就是训他的司机，他说。依照这样子，我们刚刚在5分62、60秒的时候，应该就要先到达了。我跟你说，他是最适合丁达尔光的人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爱看书。当初呢，他要开点点心的时候，坐，大家不要客气，请问你是想要当老板？你没错，没有。老板说我们坐，我们就可以坐。对，你们可以坐。谢谢老板。因为我一直垫着脚，不是放着。他不想要一直有落差。好幽默的老板哦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真的真的。没有，但是我虽然说跟阿伟很久没不见，因为中间你有去上我们的别的节目嘛。然后我都听了你很多的八卦，我等一下可以私底下好好跟你聊一下。你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讲出来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私底下就直接。除非你等一下叫你司机带我们一个一个回家。我不想这样凹你。好，对对对对，为什么他也叫做丁达尔的光？因为他当初要开点点心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其实都劝他不要。为什么？嗯、对，你们为什么要阻碍他？因为发展得多好。因为那时候像我自己开 Dbrand 啊，我是觉得当老板很辛苦的，太辛苦，真的很辛苦。然后威廉开鸡排店就倒了、啊，然后怎么样？他不要。然后他后来他就说。他已经把积蓄全部都丢下去了，他就觉得要赌一把。我那时候就不能输，不要再劝退他，就是那你就去干吧。嗯哼，结果没想到后来越做越好，我一直跟他要买他的股份，就说他不卖。在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想说啊，可以买一点，来个5%给大家这样认购一下。他根本都没有理我们。没有，他就是一意孤行的角色。现在就已经变伟董了。伟董，没有没有，来解释一下。伟董，伟董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伴手礼啊？有，这次来呢，我想要再解释刚刚客群的那一段之前，我们要先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伴手礼。来，我们比较想要大家看一下伴手礼，大家看一下伴手礼。哎，这伴手礼不是这一支伴手礼啦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这个好不错。伟董不是。这是一般的手表 ，OK， 好。这次呢？真的假的？那么一般的就没关系了。来，没有没有，我们一般的，我们是个一般人。要讲之前，我先提醒你哦。是。讲完发票就要先寄到他们那边去，因为这很明显的自录。打广告业配嘛。千万不是这么说，我很懂。怎么样让他不自录？好，来转过来，转过来，来。OK。OK， 通过。哎呀，专业。除非，你可不可以也真的坐下？不要寄到。好。因为阿酱。坐下被挡住了，被挡住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有。但除非是说像我们，是我们主持人不经意的拿起来，不经意的旋转，看了一下，经过了旋转，不经意的把这里面的这个月饼拿出来，哎呦，这个小猪月饼是，哎，蛮可爱的，是小猪月饼。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有推出这个宅配礼盒，是做中秋月饼，太明显了，太明显的月配了，太明显的月配了吗？好。
但是，哎，对对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给主持人各一条了，对不对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这个月饼呢，其实非常的可爱。啊，柯群哥吃起来觉得怎么样？你那个变态要怎么跟柯群哥的 CD 做结合？好，毕竟呢、欸，你这样子的宣传比刚刚宣传 CD 还有成效哎、欸。他刚刚前面讲了大概快十分钟。我就说他为什么会当老板了吗？是不是？很屌哎、欸！我想就利用你在打广告、啊。很屌哎、欸！拿我的时间来这边，真的，这个时候蛮好吃。哎、欸，有黄哎、欸！哎呦哎，有吗？我们这次有流沙的。哎、欸，吃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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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黄哎、欸！哦。我们节目就是这么的随性，你可以在上面吃上面包那个月饼，然后可以在上面就拿卫生纸擦嘴巴，对，但也不至于随便到时候可以让你随便吃入，我们都不可以收费用，千万，对，我觉得这样太过分了，尤其是。不要把这个 logo 露出来，千万不要让大家知道它是点点心的牌子。对，因为点点心最近出了这个小猪的这个猪仔硫磺流沙奶黄月饼，对 对, 對，有点太卖得太好了，我们不能再宣传，不要再想了。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它为什么卖那么好，可以在我们点点心的 FB 里面，透过 FB 的页上面，我发现你今天写错人了，他真的是老板。我不是请错人、欸，我这一生我就交朋友。我跟你讲，他很像宪哥，宪哥也是那种有意无意会刺入桌子尖的。宪哥，我真的很痛，很头痛。半夜三点，他给我起来直播了，来，现在那个尖了，尖了。瘦身粉已经喝完了，他大概也是这个概念，他这个人很强哎、欸。你到底要不要帮你朋友打一下他的专辑？对对对，一直在讲甜。非常感谢，就是哎、欸，感谢为什么 ？OK， 感谢柯群哥找我来，结果。哦、你就是你非常成功的想说，我唯董一出巡，我就必须要做到我今天出巡这个时间的一个目的。而且他刚刚吃完这个月饼，你是不是感觉有一股后劲要来了？还你到底要不要宣传一下？你要讲第一首主打歌后劲、哦，后劲，专业。OK， 再来。而且呢，吃的口感以后，你一定有发现嘴巴里面产生一种摩擦。摩擦，第四首，摩擦。那摩擦吃下去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呢，有一点感觉，看到丁达尔的光就在你附近了，对吧？嚯！哎呀，可以呀、啊！你是要选简单的？我现在挑一题。好了，你现在讲，我不要一个人在楼道里唱歌，把它融入进去。我们蛮建议，就是说这一次呢，如果说你购买这个月饼，千万不要一个人。在楼道里唱歌，因为会感觉有点悲伤，就是不要一个人让他顺便再配个乐饼再唱歌，比较不孤单。对，这样子就会好一点。吃的时候，不要这样子，没错，好不好？很强哎，其实你说我听着呢，你说我听着呢，没有没有，这是我刚刚跟你讲的，你在说这些我都听着。哎呦，你专业，你说我听着呢。OK， 很好很好。第二首，好不好？而且我们这时候突然有点尴尬的时候，是不是干五红在吹？有点尴尬。阴风阵阵，鬼月要来了，是这个意思。是没错。好，那算是 okay, 算是都打平了。算是阿伟有宣传那边的那个奶黄包，真的。然后柯群哥也有那个宣传，虽然是硬宣传，但有。而且其实我有感受他的诚意。喂，阿伟呢？他这次来也不是说只有点点心，对，为了宣传，这太客套了。简单。我们都是几年的朋友，以前我们在 Andy 哥旗下的时候，真的老朋友了。车克斯的时候，我们就是。学长学弟的，对对，所以他现在今天来，他开了餐厅，他是有贡献，特别带了水饺。对，来，这个水饺我们平常也是不自入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水饺跟大家看一下，不能漏，请转身。我知道，各位，这绝对不是东森购物，谢谢，完全不是，好不好？这是星光云，来，这个星光云呢，这次这水饺不简单，可以开始，算是在我们在疫情当下呢研发出的水饺。哦，这个。因为他在疫情那时候就拿给我啊，拿给我爸吃，好吃吗？寄到高雄给我爸，然后我爸一直跟我说：“嚯，嘿，喝假呢，真的、哦。”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我自己在煮这个水饺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有点那种馅料实在是短哇 ，CP 值很高，对不对？料很多。你经不经得起考验？绝对可以，因为我算是一个真的超爱吃水饺老饕的，全台北市的水饺，你都吃过，我都几乎吃过一轮，就是。也没有那么夸张啊，但是我很喜欢到处去吃水饺。对，所以这一间我当然不会，因为这是现在是冷冻水饺嘛。对，我就会用同等级的标准去看标准，我用就冷冻水饺的等级去看。没错，是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，我们都立刻煮一颗。好，那这个煮有什么？诀窍？诀窍？哎，我们三个人呢，就是各煮各的。但是我们小气，老板会太小气了。我们水饺一颗，想用饥饿行销。
让我们觉得说吃不到，很像很好吃。示范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刚才那个月饼呢，他等一下可能还会自己拿回去，你们要快点把它吃。也不会。他等下打完广告说不好意思，他在算的很算的。来来来，水开始滚了，滚了吗？好，我们这水饺呢，跟一般外面的水饺不太一样，它是比较大颗一点。嗯、所以它一颗大概是33到35克，3到35克。好，来来，而且不用加酱油，绝对好吃。汤匙是不是？猪肉水饺？不是，我们这是虾饺水饺。虾饺水饺。对，当时是把虾饺馅包在水饺里面。你卖虾饺水饺？对，用一个猪的厨师啊，猪的厨猪猪的厨师在煮虾，是我们点点心的 logo 啦，猪啦。来来来，我们有没有来冷水？是不是？冷水也可以。小汤匙吗？有大汤匙也可以。好。來，你看你吃过这么多的水饺，你有没有吃过这么大颗的？老实说是有的，有的，我也看过。但是你不错，蛮好笑的。是，真的是有啦，但是是好不好吃，这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。来，要又大又好吃，可能比较难。對對對，先煮个5颗啦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水饺，多煮一点。好，多煮一点，多煮一点。煮个6颗，好，煮个6颗。你知道煮水饺其实有诀窍的吗？怎么煮？来来来来，专业的，我听听看，我真的厉害了。来，水饺呢，并不是直接丢下去就可以搞定的。那是怎么？当你在煮的过程当中呢，你要带有一点点摩擦，很怕它会摩擦，所以呢，水饺之间不能摩擦。对，你要推它。哦，那我懂了。所以呢，时间要掌握好，因为时间等过谁？对，等过谁？而且我妈妈教我的，像这种圆圆的，有没有？对。你不能去敲它哦，你敲它皮破，皮一定破，就像那个什么洛希极限的概念一样，对不对？不能太靠近，不太像，不是吗？OK， 我硬吃入口，你硬要帮他讲，你可以真的不要，因为你会把全神贯注放在你那边的时候，你那个就会被放大。OK， 当你讲错的话，我就觉得这样很好笑，这样好笑吗？很好笑，来来来，你一定要就是背面下去，沿着边边下去。推它！哎呦，你真的懂哎！推它 ，OK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，你今天水饺拿出来，其他东西就算了，水饺拿出来，我真的是高标准在看待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？目前呢，基本上盖盖子的话，速度会比较快一点。我建议小推的时候，在家里面可以慢慢推。对。然后推的时候有一点时间的话，就可以推出感情出来。哦，了解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一首，来一首什么呢？有没有还有一首是没有唱、没有讲过的？没有讲过是不是？我和被爱保持距离。我和水饺保持距离。哦，我和被爱保持一个距离哦。Okay. 这首歌是在讲什么样的意思呢？哎，怎么变成你唱的？哎，你很跳动，你是不是水瓶座的、啊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阿伟现在，哎，我们先坐。我们等一下，我来负责帮忙顾一下。好，你顾水饺。因为阿伟其实这几年，其实我在看，其实在转变蛮大的。嗯、对，因为就是他都是一直都是很像。跳舞的男生很会跳舞，男生角色，然后就手扒鸡是不是比较冲动？先给你们，比较冲动一点点。但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的阿伟，其实好像是比较冷静一点点，然后比较沉稳一些些。毕竟我有两个小孩了啦，对，所以不能像以前这样的嬉皮笑脸。但是威廉有说你其实蛮喜欢出来一嬉皮笑脸，其实我蛮喜欢出来放风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我觉得，你说工作，他现在把。他当作是第二啦，当然家人第一这样，对对对，因为他就几乎是一直在工作的工作。我听他们的好朋友在讲啊，就是说阿伟现在真的很认真的在事业，对，在为家庭打拼，在为家庭，他就觉得说要多努力一些些，嗯，那未来当然小朋友啊，老婆才会有好日子过。对啊，对啊，的确，因为现在毕竟我觉得过了30岁啊、成家立业之后，那个心态是完全不太一样了。毕竟有自己的家庭，那种跟以前比较放荡的生活是有差别的。那克勤哥，你这样看阿伟，你会觉得他真的有很明显的转变吗？我觉得他转变真的很大。他会是你写歌的一个范例吗？我有几次对小朋友，然后对婚姻有感动，都是因为他。哦，因为他结婚的时候，那时候有去嘛，还帮他在台上唱歌，真的。然后我看到他的那个表情呢、啊，然后看着豆豆，就是他的老婆，嗯，我觉得哇，那是很幸福的，对，哪怕就是办一个婚礼，他们很累，是、嗯，然后还有他的小孩子，因为他小孩子我很喜欢，嗯，我很喜欢浅浅嘛，然后他看他的那个样子的时候，很像是，我不知道，就是好像娶了二奶那种感觉，嗯、绝对是小三，我就很爱他，嗯。而且他这些年，因为他开始做点点心，对，然后结婚啊。已经变成一个男人，
对对，而且蜕变了。他每次都说他在花时间在看书干嘛的，对，嗯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我有，他不是胡乱的，对对对，是真的，真的有在看就对。因为其实我在去年去当兵嘛，对，那我在当兵的时候其实。台哥其实也是被伟哥照顾，哎呦，千万不要这么说，千万不要这么说，真的有，因为台哥当时那个台哥那个时段时间，我们是相处的非常好，是非常好的，因为其实台哥都会去点点金吃饭，对，然后他也是常常跟我们讲说，阿伟现在是一个好男人，就很棒的一个人，就是事业啊、爱情都顾得很好这样子，谢谢谢谢。其实我自己也蛮羡慕，就是他你们哥们的感情，okay, 因为其实客群哥我记得就是常常就是都会去照顾你们，对，没错，一起看，没错，像威廉啊，就常常就是 po 说你们在打球啊，干嘛干嘛的，都是一起。其实我觉得，我其实这样讲是为了想说，你们可不可以下次约我？打球约我，对对对，你打球也蛮常打的，我之前蛮常打，但是后来我越打越多。我朋友就越少，因为全部都被他打死。暴力篮球，我现在是再次的声明，我不是打暴力篮球，我是真的就是看到篮球，我是想要疯掉，我是只会很认真，我就不想跟大家讲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OK OK， 他就变一个疯子，他整个篮球魂爆发，对对，一定要赢的那一种。有没有在背后讲过我坏话？没有啦，我们平常很少提到你。也不是阿 K 的。中箭，蛮好笑的。我帮你拔剑吗？其实你变得比威廉好笑很多，哎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不要跟威廉说，不要跟他讲，对，不要跟他讲。我们没有说威廉不好笑，因为威廉现在有点慌，对，他慌，他就是长得更好笑，跟聪明就更难笑，聪明五。其实他没有大家，他现在是丧，他现在丧到说，哎，我老婆有失业了，我出来只是要当放松，对对，所以我讲话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可以讲，很废的，好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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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说，他团队里面其实他是最幽默的，其实是，对，是，但是我也是很认真又很闹很好玩，对，但他其实是那种人幽默，很幽默，有内涵的。但他现在当老板了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就算在恭维他，再跟他讲再多，他在当兄弟，你还是买不到他的股份。哎，不要这么说，他还是连点心你还没买到，没有啊。现在已经买不到，现在他放弃，快上市了，快上市了，不能这样。你这个把它算对，四万个5%6%出来的。首先呢，这个股票这个股份这件事情呢，我都是全权交给我太太出。你看啊，很聪明，一切都由我太太来负责，一切都交给太太，你们去说服他太太。OK OK， 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 ？OK， 威廉看到这段的话，记得练习一下讲话的幽默，不要难过。下次等你来上，好不好？还有时间。OK， 你带谁来上，我们都 OK 的。OK 的。他等下带一个超好笑的来上，不太可能，不太可能，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已经超好笑了。他觉得他自己，他那么有自信，他会带上自己的照片来。哎，这个不要带人形立板就好，因为有点定力。他一个人就抵两个的意思。他一个抵两个。OK OK。哎，我来看一下那个水饺在滚了吗？在滚，滚了好久了。刚刚有加第二次加水了嘛？对不对？有。哎，讲到关键，好来，第二次加水来跟大家解释一下。首先，那个水饺为什么要第二次加水呢？因为当第一次水滚的时候呢，水饺在滚的过程当中，它里面可能没有那么熟。对。可是你一煮，如果你让它在沸腾的当下一直煮的话，皮容易破掉。对。所以呢，我们为什么要加冷水？在加冷水的时候呢，同时间可以给它降温，里面呢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容易熟，对，熟以外呢，外面的皮呢热胀冷缩，缩完以后它会变得更 Q。所以有个术语叫三开。三开。就是要三次水开了之后，就等于说要加三次，对，加三次，然后就完完全全 OK， 这是很专业的，这是很专业，没关系，没有，因为冷冻的可以再，我觉得可以再一次，但是今天节目的关系，对，你们很不想要出去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一下要出去哦，因为等一下要出去，是不是？我们等一下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好，等一下这边是威廉做，威廉带来的嘛，我们阿伟，阿伟，我知道你在铺梗，我讲。没有关系，你说威廉，你说威廉，我觉得我们之间已经产生了摩擦，是吗？因为难再下去了 ，Kid， 不要再说了。心中永远那个威廉摆在这边的时候 ，OK， 你现在来了，我现在有点慢慢在已经拉到平衡 ，OK， 等下结束之后就会拉上来 ，OK， 对，好好好。刚刚是阿伟带来的，对，阿伟带。等一下，我们要亲手做，亲手包，亲手包，因为以往都是粉丝来找我们，签唱会啊、演唱会等等都是，今天我们。特别的就是因为之前有开放一些留言、okay. 然后我们有找到一些客群哥之前的老粉，对，老粉就是说，然后以前可能就刚出道就已经开始追 okay. 然后可能就这样留言下来之后，我们就中间选了一个一个
哎呦，那是非常非常的幸运。对，我们等一下会打电话过去，然后亲自拿我们包的水饺给他吃，好吧？那你要自己包了。熊熊这边准备一下，我这边也处理一下，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，可以了，直接来了。那来交给你。来来来，我把它捞起来。好，其实更专业的吃法，有些人还捞起来的时候加冷水，对，还会用吹风机吹，吹风机吹，对，就让它皮更 Q。吹风机，对，用冷吹风机开冷风吹它，冷风吹，好专业哦。对对，但那个太复杂了，算了。在家也不会那么的搞缸了，对啦，真的把它沥干，有没有？有点晶莹剔透的感觉。我觉得先从外形上评分好。先从外形上评分，它的确是比一般的市面冷冻水饺的这个皱褶来说，更显得口就感觉视觉上就好吃很多哦。因为它这个皱褶蛮多的，对，好不好？是真的，看一下，博森你吃。我们这个呢是顶级虾饺水饺，你先吃一颗，因为我怕没手。我还是必须用一点。其实不需要了，我要。好来来，要坚持，你坚持一定要一点提味。来，好来来来，给你，你吃一口，不熟的话再告诉我，我们再放下去煮一次。对，你先吃，再告诉我，因为你感觉肠胃比较好。你不烫、喔，没有问题了，是不是很烫？很烫吧？我来。后悔了吧？吃那么大颗，讲不出来。我们这个呢，他很脏，他想要弄出来。基本上呢，它是很 Q 的，而且它 Q 的程度，你看我没有抖、哦，它就这么 Q 哦，我手没有抖。你看林国盛的，你还好吗？还活着吗？你哭了？你自己讲，我真心真心讲，对，太感动，超好吃，真的假的？而且超级扎实的，来来，熊熊吃一个，它有点不太像冷冻水饺。它皮看起来很 Q 哎、欸，对，而且它里面的那个姜应该是用虾姜，对，虾姜，然后所以它的口感是除了有一点点就是虾子本身的这个扎实感之外，它还有虾姜的那种咬的那个口感，好脆哦、很脆哎、欸。我们里面那个虾是用大翅虾下去打的，可是如果这一包对说好吃没有问题，但是如果这一包一包卖600。那我们就会觉得说，那 CP 值不高啊，所以我想问一下说，这像这一包卖多少，是不是？对，来，敢不敢讲？敢不敢讲？多少钱？来，多少钱？好，300，300是不是？几颗？几颗？几颗？20颗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会买，可以，我会买。虽然说比一般的这个市售水饺偏高一点，但是因为它是。里面的我CP值，我咬一半给你看，咬一半。来来来，它里面虾，它的料很满，全部都是虾子，满满的，满满虾子，而且里面就是口感是非常扎实的，对，而且有些那种水饺的面皮吃起来就是舒服 ，Q 弹。你的是 Q 弹，但有一些吃起来是那种软软，就是不是就是煮得很烂。其实我们这一次在研发这个水饺的时候，老实说，我们发现市面上很多的水饺，基本上有很便宜的，到一块的都有，但有的很贵。那基本上就是看你用多少的真材实料去换。因为现在啊，你先说，你说，先说，来，你先说，你先说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是不是吃完这一颗，我们边吃边包？对，好啊，可以啊。主要还是就是这个虾饺呢是有港式的味道了，所以。它是跟一般以往台式的水饺吃起来不太一样，我们里面这是有虾姜以外，还有加一点韭黄。好，我也懂。哎，你不要再打广告，因为我们现在要包水饺，你可以教我们包吗？因为等下你再继续打广告，我们怕我们来不及送粉丝。其实不好意思，我没有跟制作单位捋好，我只会卖水饺，不会包水饺。什么？那你来干嘛？哎 ，Hello。但是做做样子没有问题啊。好，我跟你说。我觉得这是心意的问题，心意来，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请客群哥，包一个来用你的创意来帮我们包一个水饺看看，因为其实我觉得粉丝他不在意，他小时候包过，有包过，啊，我是完全没有包过，对，好，而且这个是手工水饺，对，我觉得不管怎样，它都比冷冻水饺多一个人情味，人情味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等一下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客群哥怎么包，我们就不要包太多。好，我们就包个大概二十颗左右，20颗不会太多了吧？太多了吧？干脆拿我那一袋出来包。我觉得包我们4个人包8颗怎么样？一人包2颗，一人包两颗，好不好？包两颗，来来来。哎、欸，我想要包，等一下破了我再用你的，可以可以，你可以两包，或者是你可以用成2片这样包下去变肉饼，面粉饼。就会不会大后来都失败，然后就拿点点心的8颗？可以啊。要沾水，边面要沾水，边面要沾水。Oh. 对对对，沾在边边上。其实包水饺这东西呢，你有包过吗？博生会，他会做菜。小研究，哎呦，
对，就是其实这个皮跟这个馅，你那个、欸、你不会太多了吗？你整个很满。我觉得你们太多嘞，没有，主要是看你要卖多少钱。对，这样会这样 OK 吗？我不会包水饺，怎么办？好紧张。把这边沾一下才可以粘。对，要沾一点水。我这样好像料太多。那基本上包完水饺以后，哎呦，我靠，科群哥你会折哎、欸，哎呦，看来有点技术呢。我先包一个比较一般人包得出来的，好，蛋饺。很强啊，很简单，很漂亮啊。因为我觉得我们用这个手套包会有点不太好包呢。对，还是我们可是要卫生啊。哇，克群哥真的是有饺子的感觉。怎么包你们？哎呦，那我旁边都挤出来了，是不对。我这个蛋饺，你的粉丝吃到会不会难过？这就是蛋饺啊！你这个等一下煮一煮就开了，也不会有。怎么办？我会不会对不起你的粉丝啊？科学哥，你包的好可爱哦、喔！为什么你会这样？很强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有没有盘子？也给我们一个，欸、我们可以装一下。有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这边有。压一下，来，这是我的。哎呦，你包的很好。真的，我要包一个。这是科学哥的。为什么你会折？你好强、喔！哎、欸，科学哥的挺美的哎、欸。嗯。哎、欸，这位点点心的老板，对，你能不能就是有一点诚意是不是？你这个到底要怎么吃？哎、欸，我这样可以吗？哎呦，还可以、哦。你感觉觉得是压模的？怎么？你 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煮下去没有开，我跟你信。对，这一定会开。什么意思？那怎么办？我不会用，你帮我弄啊。我会叫，没有没有，就是你要折啊。啊，我就不会折啊。想办法。这是我的第一个水饺。我跟你讲，那我们就不要太多。哎、欸，阿伟，没有啊？你是想要让那你帮我粉丝一假抽吧，也不是这样子。你到底没有啊？这个馅料食材不要浪费了。我觉得看那边快包不完，我来补一点。哎、欸，这个水把它煮起来，开起来。好了，来开起来，开最大。阿伟，你包的跟我的差不多。哎、欸，你的在哪里啊？在他手上。我要玩是不是啦？要玩是不是啦？啊？那我可以用两颗吗？可以啊，你想用几颗没问题。欸、只要都破了，我们可不可以跟他说我们是馄饨，还是说我是肉汤？你说我的破了吗？我说等一下，我们放进去之后，我猜这种碎肉可能不能这样子，会散掉。还是我们来开赌盘，到底可以谁的会碎？会有几个留下来的完整的水饺？没关系，我们就看等一下煮熟的煮成功有几颗，然后剩下的拿点点心的补。好 ，OK， 反正那边还有。好吃，回来做个烧麦给大家。哎呦。你那个直接这样会开好不好、哎、有点样子，那怎么煮、啊？对，点点心就是要应景一下啊。那你那个这样，等一下怎么煮？我就看你们也没有包的多好，我这个乱包一下 ，OK 了。你这样包超脏嘞，不是因为刚刚那个馅有点喷出来的啦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包的好烂哦，比我还烂、欸。亏你还是一个点点心的一个。哎、欸，你知道阿伟，我们今天请你来，我们是以老师的身份。我是老师吗？对，你是老师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你可以去。直接去点点师里面的厨房，然后去找一个师傅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能不能教我一道怎么样包水饺或是烧麦？”我可是你是在负责比较上面的工作，不是不是，主要呢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，我还是让专业的来，对，我就做一些技术含量比较没那么高的，比如就是讲讲、话，讲讲干话，对啊，来宣传一下，对啊对啊，其实刚刚宣传的就是蛮成功的，对，露露脸，露露脸。宣传一下唱片这一块、啊欸，我觉得全台湾的那个唱片都应该要交由你来宣传。我是茂泽，太客气了，我已经偷掉了。这个怎么变成是一个月饼、這個？因为我想说两片比较不会碎。好啦，可以啦，没关系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这个有一种很幽默啦，厚的可是幽默啦。可是你们不要笑熊熊，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吃皮比较厚的，啊、像我，我就很想吃皮。真的、哦對？那这个给你，你帮我把它折一下。我现在不饿。刚刚吃饱了，好啦，哎、欸，要来了，可以，有没有煮？有没有？可以煮了吗？丢就可以丢，就可以丢。那这一看你帮我折旁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大家都没发现你们在混乱之中？怎样？这位老板做了一个小小的动作被我发现。什么？他刚刚这样子，他刚刚这样，然后故意去后面忙。你以为我没看到你把它放在最前面吗？果然是这个前辈啊！都在这个桌子上，每一个动作都是钱呢。发现了他的小动作，还故意就是哎，这样这样，还跟我们装没事。我是想要把桌子擦一擦、啊，有没有拿一个卫生纸、哦？是这样。对对对。
事情绝对不是你想的这样。这阵你在啰嗦，我怕你真的会被罚了，会被罚，太过分了，太多太多了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帮你收起来，直接收起来。我一直在造神，吴克群的麻烦。然后后悔来宣传上面想说，你们这群人。结果你看哦，整个唱片桌上没有一张。有这里，我这边有，我这边有。哎，Hello。没有。不是要整理桌子吗？后面东西太多了，放不下。放两个在前面。放两个在前面，应景一下。我跟你讲，姜还是老的辣，像我是比他还算是多一年的学长。对。我们现在煮东西，你当然是要放这里嘛。哎呀，哎呀。我们要主焦点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还是唱片也拿去放，唱片也拿去放。今天要宣传唱片吗？今天宣传，只有我跟你讲，来宣传点点心。今天宣传点点心的部分，然后宣传的部分，到时候客群哥再跟阿伟收钱这样，因为今天的时间本来是你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哦，那点点心买个1000张也是应该的啦。好，我觉得现在没有1000张，来啦，这样子卡着，这样好不好？好棒！我就不要看到，等一下唱片融掉。不会，这是热的。不会啦，挡着我啊！好了，不会。不会。手中说手，还舍不得挡住。他一秒啊，算了，不会不会，他唱片烧到就算了。我太阳饼变成一个，放起来，我觉得很棒，粉丝会很喜欢。我想这个煮法要用一般，就是比较不一样的煮法。来进行，那你那颗烧麦会融掉啊？我现在就是尽量的，就是不要去波动它。OK。那其实我觉得现在我在煮，你们大家可以就是收一收。好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准备要来去找那个我们的粉丝，不然像这样子好了，我们就直接先打给粉丝，趁他在煮的过程中，来问一下他到底在哪边。我们等一下煮完要马上出去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要融掉了啦！没有啦，不会。好。刚刚客群哥是想说要。比照阿伟的方式，融掉，然后你要把这把收走，因为我没有这个心思，没有，不好意思，其实是有一点想偷吃再吃一个，是不是很好吃？真的蛮好吃，这个顶级的鲜虾水饺可以给我吗？已经开过了，可以啊，我寄一包给你好不好？他说才一包，一包太少，两包。三包，你不要再杀了哦！三包可以杀了。你宣传成这样，30包哎！等一下，不是，是你是只有出鲜虾口味？我们有三种口味，有一种是我想要肉的，有一般就是招牌你说的肉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黑松露。我要肉！我要黑松露跟各一这个各三包，都各你们三包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敢不敢呢？敢呐，好不好？你怎么都会寄给我们？我们等一下留地址给你，没有问题，马上寄给你们。但是呢，在寄之前呢，我还是要跟大家讲，如果大家想买的话，记得来我们点点心的粉专里面的一页商店。因为他讲这句，他刚寄给我们那些成本才会有机会回收，好不好？小本经营啊，吃一下这个，你刚没吃这个月饼吗？我想吃月饼，你吃一下。博生这一半给你。你能不能宣传一下你好朋友的专辑？你不要到处都一直在宣传。不是，你又拿出来了，怎么又有一盒在这里？哦，对不起，可以啊，拿过来啊。够了，中秋节是不是要到了？对，是不是应该吃个月饼应景？而且我们月饼搭配客群的专辑，太感人了，太搭配了。对，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可以很适合吃月饼的时候边听的，比如说我不要一个人在楼道里唱歌吃月饼。都只有这么长了，旁边没有吃月饼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其实客群哥这首歌，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推荐大家听。而且我觉得，我决定不接以下任何一句话。没有，我觉得他介绍客群哥的专辑很不真心，但他介绍开始，我要开始，没关系，我问你，听过了没？啊，我听过了。来，说实话，我听过哪一首？来，我听过呢。因为我有后劲摩擦。我要怎么唱？摩擦那个太 rap 了，我没办法唱。是 rap 吗？摩擦不就不是 rap？ 天命才是，天命才是，你是谁？是吗？对啊。是跟那个……我跟你说，今天在这里我可能会少一个朋友。真的。从今以后，真的，我终于看清了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啦。几年前从点点心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看清了。我没有想到。好，怎么会是朋友啊？他是本。然后，挡住自己，挡住自己。没有，我是挡住自己啦。挡住，好。但我觉得后劲这个整个过程就是酝酿的很好。那不然这样，我想，不想要给我解释。我觉得要让你挽回一下你的好朋友。好，来，粉丝的电话给你打。好，
那他会不会难过？打来是阿伟。没有，你先帮他开头啊，再给客群讲。他叫宝宝，宝宝。哎，他扩音，扩音，扩音，扩音。喂。喂，你好。请问是宝宝吗？嘿，是。你好，我是吴客群。您是吴克群，嘿是那个听说你是我追很久的粉丝，是吗？追我很久，对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呢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有点感冒，所以声音可能跟原本听起来不太像。但是你知道点点心吗？没有了，没有。你问他说，请问你有在看直播？请问你有看直播吗？有，我看直播，你是阿伟啊。你这样子，他整个默默在看，多少我很尴尬哎，幽默，好幽默，幽默。你有在看直播是不是？点点啊！我想问一下，请问你在哪里？我在哪？我今天刚好休假哎，我刚好在民生社区附近喝咖啡。哎呦，民生社区，你自己一个人吗？对啊。你单身吗？我的没有嘞，我不是单身嘞。OK OK， 好，没关系没关系。那他就放心了。请问你现在几岁？方便透露吗？方便透露吗？嗯。我觉得像二十一。骗你的啦，其实像四十三。没有来看一下，没有来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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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，口误，口误了，口误。看本人就知道，看本人。好，我们期待。你要跟客群讲个话吗？对啊。哦，好啊。你有吃过点点心吗？你已经放弃宣传的专辑，他已经放弃了。他放弃了，放弃了。我们现在正在煮一个东西，然后等一下带去送给你吃。好，你有买克群哥的专辑吗？有，当然有买。买几张？买几张？买一张，因为我们家可以放来听。哦 ，OK， 用心的。不管你买几张，真正有拿来听的还是最真心的。没错，像那种你给他，你送他，他都没有买的，他听都不听，然后还假装有听过，还趁机拿来自己宣传，假装听过，然后根本没听过，不是搞错。不好意思，帮我打马赛克，打这字出在我的脸上。然后，但是点点心这三个字不能打掉，不能打掉，对对对，帮我打住。不是啊，我有在听，好不好？只是听过比较容易忘记这样子。对了对了对了，因为毕竟不是唱歌这一块嘛。那你们出专辑是骗钱的 啊？不是这么说，你有买过棒棒糖的专辑吗？哎、欸，没有没。没有，你有听过棒棒糖吗？哎、欸，关关关关关，你听过啊？好好好，那我们等一下煮这个水饺给你 ，OK 吗？好。好好啊，我们等一下去找你喽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宝宝，拜拜。哎、欸，没有破很多、欸，没有破，我都煮得很好。我、哦、超猛的，这个皮也有够破。你那个烧麦也没有破，对啊，都没破，好强哦。真都没破，全部。哎、欸，你会不会想吃我包的那一颗？我觉得我那颗你应该喜欢。好大一片哦！我觉得我要吃那个烧麦那一颗。哎、欸，烧麦呢？我们把烧麦那一颗，其实烧麦这个是很用心的。这看起来像汤饺，不像是水饺哎、欸！你的水太多了吧？哇，这是汤饺、欸。可是我觉得这群哥的那个褶包的很好，都没有破。你的烧麦终于破了一颗，没有没有，那一颗本来就是破。因为我其实是有用，因为我想要就是。不要浪费、欸，你看嘛，我这个可以直接装在这个里面，这样太咸了吧？我直接这样，好，哦、这样刚好，重没有一点点一点点，好，我示范吃、OK、吃大家给看，示范吃给大家看，有什么好示范的？吃哎、欸，吃播吃播，太咸了吧，太咸吗？对啊，要不要加一点月饼？不是我怕太咸，这样比较咸甜，咸甜够吧？我吃你月饼，我才来哦，来哦，各位，来来来，这个馅料是我们制作人 Momo 的爸爸，阿嬷，阿嬷的爸爸。哎呦，我直接来给你一个最高的评价，最直接的评价。好，跟阿伟的比，如何？好吃吗？又太大，你可不可以不要一次吃大颗？你看。咬吗？哎、欸，好吃吗？可以 ，OK。粉丝吃到会哭，真的假的？会哭，好吃到爆，真的假的啦？嗯，它的皮好吃，馅料更是有味道。哎呦，嗯、哎呦，谢谢阿猫的爸爸，谢谢。好，那我跟你讲，你们那边聊一下，我先下去。好，我们水饺好了，我们等一下送给粉丝。你们先聊一下。欸、你下去的话，那等一下都是点点心的、啊。那都他刚刚主持好了，好了，千万不要这么说了。下去。那我们现在这一个阶段。
就是要开始怎么介绍点点心这一块，对吧？不是，你可以让他讲一下他的专辑吗？拜托。来，不行，我们要讲一下这个专辑。来，克群哥，这一次是距离上一次是四年，对不对？对，暌违四年。暌违四年、嗯其實。然后我送给你大概已经是4天以前了。对。然后他还没听，你到底有没有听？没有。这四天呢，其实这张专辑，这四天你在忙什么？你收到这张专辑的之后，你在干嘛？我收到这四张专辑的时候，其实我一直在回想当时克群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点点滴滴，让我觉得啊，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对，而且这个作品呢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是。那我问你，你家有没有 CD player？ 我的家里面是没有的，但是我的车子上面有。嘿，然后你的车现在不用自己开，有司机嘛？啊。然后刚好他四天，因为你收到的时候，他刚好那阵都没开车，所以他根本没听，是不是？其实我是本来是想要换克群哥这张 CD， 但是我有我的苦衷。怎么说？因为我现在车子上面那一张的 CD 是我们棒棒糖电视的 CD， 那张 CD 我怕拿出来再也放不进去了。所以呢，那是我们棒棒糖最后一张，也算是成名的那一张。对我来讲，他舍不得拿出，舍不得，对，舍不得。而且他、不能多放一张吗？他只能放一张，所以我都把心思放在克群哥的 Facebook 上面，去点阅他，增加他的点阅率。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好不好？分享比较重要，希望大家呢，除了购买 CD 以外呢，购买正版，购买正版这是绝对的，重点也要去他的 MV 上面去做支持，对，去看他的 YouTube 里面的影片。那现在在打哪一支 MV？ 基本上是一个女生飘起来飘下去的那个 MV， 不知极限。OK， 我一看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女生一直被吊上去又掉下来，掉上去又掉下来。他有看，他真的有看。我有看。OK， 你广告下得很凶了，其实他有跳出来。他不想看，有会看到。他有跳出来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准备下楼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去找粉丝，谢谢。不要再露你的点点心。谢谢。好，就这样子。走，拜拜。哦，已经进来是不是？大家跟我说啊，你可以直接录剧本就是啊。OK。好，那个现在呢，我们因为就是。用一个最先进的科技呢，就是在里外里哎、欸，就是外面呼应的方式。所以我先下来楼下，然后等一下呢，就他们坐电梯下来之后呢，我们就要一起搭着车子去找我们刚刚那个宝宝的粉丝。其实我如果今天有一个我的偶像，然后我支持他这么多年，然后今天有一天因为节目而来找我的话，我会很感动，因为其实就会不枉我就是这么多年的支持这个偶像，然后他。也不忘初衷的，就是一直在努力的做着音乐，然后一直就是觉得我们这些粉丝都是他的这个家人的话呢，他就是今天刚好借着节目可以回馈我们的话，我觉得蛮感动的。其实我之前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，想说会不会有一天我就可以这样回馈粉丝，后来想想我没有粉丝。有啦，就是其实就是我觉得是一种直播来的节目啊，就会有一种这样子的一个互动，然后我觉得蛮窝心的，蛮及时的。然后刚刚明明也就是这样子抽出了一个随机哦，然后他就一个粉丝就在民生社区，那其实刚好我们在这个红国大楼嘛，对，红国大楼离那个民生社区蛮近的，所以也蛮幸运的，不会说是什么土城啊，就是太远，人家节目都已经停了，我们还没送到，你就不相信我们会做这件事情。而且现在那么近，我们刚刚煮的水饺呢，也就是热腾腾的，完完全全不会有任何就是水饺粘到一起的问题。也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要那么湿的原因。来，各位请上车，来，好不好？车子都为大家准备好了。来，各位长，来，请上车。我坐哪？哎，不是，你应该坐前面吧？可以，坐前面。好，那就帮我开门。没有，我坐后面啊。阿伟会跟我们去吗？不会，那就这样。哎、欸，那你先进来好了。对啊，我先坐着。还有人吗？猫进来啊，猫。我记得去哦。记得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要准备前往附近的这个民生社区。对。然后去找宝宝，然后宝宝等我们一下。你现在正在看直播，对不对？我们正在前往路上。他现在在喝咖啡等我们。对，然后，哎呦，宝宝来帮我们点3杯咖啡哦。好了，你要吃宝宝、哦。请我们宝宝，谢谢，请我们喝咖啡。对，先帮我点一下3杯。哎、欸，你还叫粉丝做事？喂，OK 啦，始终粉丝可以的、欸。我不喝黑咖啡，拿铁。我也要拿铁。哎、欸欸，我们这是超酷的，你要什么？
我不要，就是叫粉丝做事情，对啊，那个红茶拿铁。你点我付钱，你点我付钱。还有你帮我们点，大头你有带钱包哈？你那杯咖啡我们请你。对对。到底在干嘛？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好，我跟你说，其实刚刚就是上面有一段是跟阿伟跟这个克群哥的互动。对，其实我们都看得出来他们的感情非常好，不然。不然克群哥早就打他了。我找你来帮我宣传专辑，你在那边卖你的点点心。他刚刚拳头不知道硬了几次，他忍住了。他不止拳头硬，你知道吗？他吃完鲜虾之后，整个人都硬了。不是，因为太好吃。太好吃了。对，整个就是觉得说热血。我跟你说，其实今天这个节目之后，我应该就不会再跟他联络了。我觉得不要跟他联络，这种什么烂损友。太假了，这个家伙。这个朋友，他早就已经在家里蕊好，说他要怎么样宣传，他要如何宣传自己的点点心。那人家是来帮克群哥宣传专辑，就自己在那边宣传他们点点心呐、啊。但是老实说，他做东西是蛮好吃的。说是真的，你不要，你看人太好了。对不对？你之所以粉丝这么多，之所以成功，就是因为这样会做。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们说实话，就是艺人做东西啊，做的好的，吃的没几个。说实在的，我是又认识你。那你觉得那个阿伟一个？那你觉得那个野人火锅怎么样？野人火锅很好吃。第二个，哦，因为呢，野人火锅你有吃过吗？我吃很多次，真的、哦。对，我后来吃到都不敢去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不好意思 ，Kid 艺人他会打折。没有，因为其实都是朋友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艺人都是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方工作。那像我跟克群哥其实很早很早就认识了，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有一点像，因为你们两个都是很客气，然后很大方的人，就那种很讲义气。哦，你说个性呢、啊？对，我想说，如果你说长相，没有没有长相，我不是这么虚假的人。你那个，因为我以前不知道，就吃做吃的什么成本的那些，对、嗯，所以我不知道就是经营力可以多少啊。阿伟告诉我之后，我就突然想到，你每一次帮大家打折的钱。其实跟艺人朋友，他都赚不到一毛钱。我赚到一毛钱，那我们去等于就对，我们只要吃多一点，你反而赔。没关系啊，我跟没有我看到人家店长啊，我都很想跟他说，哇，那是不是很多艺人朋友来？他说对啊。大概开幕的那个到现在，大概所有艺人都是为什么？如果这稍微手头比较紧的话，就会来使用一下，就会说博生，我们要吃。然后有一次吴尊走进来，然后他说：“哦，我吴尊。”对，哦。那你是艺人吗？因为艺人我们在打折，太尴尬了吧？没有，因为吴尊比较特别，我叫吴尊，比较不像艺人，真真比较像艺人。对他应该要用真真的打扮。对，如果今天他是真真进来，哦，艺人艺人打折打折，对对对。然后吴尊走进来说：“请问你是？”啊、没有啦，因为我刚刚没讲，我说就是大家都在各自的地方。工作，然后对，然后我觉得就是，其实我跟克群哥很早就认识了，以前十几年前我们在 Channel V 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就已经是我老板那个时候的很喜欢的一个偶像，所以我们都一直都认识，可是都一直没有机会出去工作啊，因为我们跟他类型不一样，对，然后所以我就觉得，开一个火锅店可以大家就是可以互相的，就是互相交流一下，对，我觉得还蛮好的，对吧、啊？这是我开火锅店蛮大的一个原因。那个真的是痛风锅，我大家有练身体的都会跑去你那边吃，真的很好，好吃新鲜的。不要再打折了，没有一定要打折，没事，你不要打那么多，要不然你再亏本。那好啦，就是下次来就是可以稍微的，就是你就不用招待这么多，不然就付多一点啦。没有，我有跟他讲，不是，我就是很多直接付的。那这10000块小费，我觉得就直接。我有一次跟你店长就是说你不用打折，然后他说不行。老板交代一点，没有 OK 啦，我觉得。然后我们还要招待东西啊什么的。对，可以，因为我真的平常很少跟你们出去，像我跟熊熊一个礼拜才录一次影。对。那如果你们平常真的要跟我联络，真的也很少。对。所以我就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说，就是互动一下，然后之后就是会觉得好像有互相照顾的一个朋友，我觉得心情我也觉得蛮开心。交个朋友。对，就交个朋友，就蛮好的。但我去吃很多次都没有看到你。我的时间都是在比如三四凌晨的时候去，然后或者是就是工作结束去这样子，对啊，比较少正常的时候去。他不会在店里面待着，因为我其实都要去，我都会去吃，固定的时间都会去吃一下，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吃火锅。我们不要像阿伟一样在宣传克群哥的专辑，然后一直在打别的广告，没有关系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真的不行。我们以后要去野人吃点点心，
不行啦。哎、欸，但是不行，我们不要再讲这个了，真的不要再讲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的那个最近的串烧店，越讲越叫做有备而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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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贝尔是熊。哦、真的有备而来，对，可是我还没有开幕啦，还没开幕，还没，只是就是说先一个试吃会而已。对对对，蛮期待的。马来西亚，我们有备而来，对，有熊，就有备而来。对，我知道备而来，这名字。而且我们聊你的专辑啊，我不是这种人啦。对啊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对啊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我其实我 OK， 我其实今天最主要就是去送这个水饺给他。哇，偶像就是这样，他真的就是。今天来，他真的没有要求什么。不是我说，我说实在的，现在啊，做专辑啊，大家买专辑，我有时候都觉得你们也真的有 CD player 可以听吗？哦、对，其实大家去听这些歌，然后看这个影片就，我觉得就很开心。哎、欸，可是没有，我觉得像我现在有时候会想要收集 CD， 对，就是把它放在 CD 柜，它变成是一个收藏，它变成是一个收藏物。对啊，但当然你说没错 ，KKBOX 啊什么的平台都很多可以播放。对，但是其实 CD 这种东西是你们音乐人的用心跟一些设计师的一些用心，啊、他们怎么样在一个小小的这个几层几的这个 CD 盒上面发挥创意。对，那当然那些歌你们的用心就不用说了，所以我们花一点点的钱去珍藏这些东西，我觉得很凶呢、欸。真的，而且比那个300块的水饺还要凶。对。CD 也是差不多这个价钱，差不多啊。对啊，然后他们二十多少，二十颗，对，300。虽然说很好吃，但我觉得相较之下 ，CD 可以听很久 ，CD 可以听很久。对啊，对 对，可以珍藏很久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真是去买个 CD， 不然就跟阿伟讲，买 CD 送水饺，这就是他唯一兄弟挺你的方式。对。买一杯西力送一包水饺、欸。你跟阿伟说没关系，我觉得是蛮合理的。对啊，因为他刚刚借着你的时间宣传，在那边宣传的不要不要的。对，你知道刚刚你下来，然后阿伟还在讲甜点心、欸。所以我觉得我说说真的，就是可以创造新的一种通路，就在冷冻，买 CD， 就 CD 放在冷冻库，就你拿一片 CD 之后，就顺便拿 CD 会不会坏掉、啊？就顺便拿一包水饺 ，CD 会坏掉吗？我管它不坏掉。一定不会坏掉啦、啊，好不好？ Okay.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，所以你看到、哦、这样子，变成说那个、啊、我的火锅店也可以卖，异界联名的感觉。我的火锅店也可以卖他 CD， 然后冰他们家的水饺，然后点点心，当然这么多间。你说那个如果有买吴克群的 CD 的话，没有他们的野人火锅就打几折这样吗？你是这个意思吗？没有，异界联盟，这个我们去商讨一下。然后看一下我有没有赚头，因为毕竟水饺我们也没有跟阿伟商讨，对，我们自己乱帮他答应。对，等下有提到个客数有没有？先讲再说啊，有还有机会啊。刚买科学 CD 还要送个追掉哎，啊追掉，我最主要就是追掉嘞。这就我笑了。阿伟直接买追掉这样。对，好，我们是到了吗？到了，真的很近，真的很近。来，我们直接去送我们的水饺去给你拿一拿。你拿，因为宝宝是你的粉丝，来，爷、yeah. ，来，给啊！他在哪里啊？我们去找宝宝。他在哪里？前面吗？你不要摸底哦，底。现在的问题出现了，我们找不到宝宝，宝宝到底在哪里？宝宝不是说在咖啡厅吗？但是我们现在找不到那间咖啡厅的地址，什么？骗我？还是我们用喊的？宝宝，这方面大概会有30个宝宝。这边看不出来有一个咖啡厅啊，他的地址是什么？好、哦、在前面是不是？哦，好。我、哦、这边很舒服哎、欸。对啊，这民生社区嘛。我很喜欢民生社区。民生社区本来就这样子。我蛮喜欢民生社区的，因为我觉得民生社区是一个很让人家休息，然后居住跟就是那种工作分开的地方，步调比较缓慢的一个区域、哦，对不对？其实克群哥应该在这边，应该也有一些房子，一些没有一些一些些房子。别闹了，你乱讲。一些些，他其实是地主，拍电影都赔掉了。其实出唱片只是他的兴趣。欸、对，讲到拍电影，克群哥拍电影，我觉得大家也都要去支持一下。对，就是还是要宣传一下你的电影。之后在拍的时候会告诉大家，会告诉大家，就关注你的粉丝团。一定要啦，我觉得都很努力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们的宝宝好像看到，哎、欸，在哪？看到了，哎、哦，哇，看到，宝宝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宝宝是年轻人吗？哎、欸，很年轻呢、欸，所以是几岁？真的是二十几？你刚刚说他是我刚没有，我开玩笑，21啊、没有，21没有，哎、欸，宝宝，宝宝，
稍等一下，你不要过来哦，危险哦。对，要要，哎，宝宝了，啪！哇，宝宝是年轻人啦。好久不见。为什么叫他老大？为什么叫他老大？我认识，我们叫他老大。要叫老大是不是？哎呦，请问一下，老公呢？老公上班。天哪！拿铁嘞？拿铁，我刚好小朋友打电话给妈咪，所以没有听到这一段。没有听到哦。你该不会是追他从年轻的时候到结婚生子吧？对啊，就怀孕也追，然后带小孩也追。哇！天哪！那今天算是不算是一个真的是有点美梦成真？因为真的，你有点像是最真正的跟他这样子亲密的接触。你追他追几年？大概13、14年吧。哇，很久。有从那个不屑纪念那时候，然后是因为去那个没关系淡水的。他的舞台魅力太强了，真的，所以立马就要撩。本身就很有气场。他有一段时间就很喜欢这样子，啪，然后撕裂腹肌的时候，所以就撩拢。你那时候就真受不了，是受不了，真的。哎、欸、呦，这个不行。那时候我也是这样，我女朋友在看，说，哎，差不多。看你会看，擦口水，擦口水，看屁呀、啊！哎、欸，所以老公也支持你。原来我们都是一起追的、啊，真的哦，哇，老公也是客群。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会看到老公，真的都是一起同时。哎、欸，这真的蛮感动，蛮感动。那你这个水饺可以带回去给老公吃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不能就是带回去，我觉得你要现吃一颗，因为是这个是客群哥刚刚就是亲手为你包，然后为你煮的。好，因为其实我要看一下哪个是老大包的，你可以猜，我可以猜，你可以猜。吼吼，哎、欸，其实这样看起来蛮漂亮的。这个啊，这是老大包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对，也是啊，对，很香哎。不是，我刚好认真在看直播，他因为他不想要吃到我们包的。没有，因为刚刚会故意用多一点水，就是因为怕说这个过程中会干掉。你试试看，你先试试看看。但没有加酱，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凭良心讲，这一颗真的包的蛮不错的。对啊，好，客群包的很好，真的。你试试看，好吃吗？有熟吗？有熟吗？博生煮的，我煮的，我有看到。然后你吃那个，你讲一下它的口感，有没有客群的味道？有没有群味？有没有群味？这个老大包的都好吃。有喜欢群味吗？嗯，好香啊！越吃越香，越吃越群味了。真的，没错，是好吃的吗？哎，可是看不出来他觉得好吃，因为刚刚第二口。挣扎了很久，他有点不想吃。我想跟你们讲话吗？你知道有一次有个网络很有名的那个试吃姐，他试吃那个黑大蒜，然后不红猪，不是那是大陆的那个大陆的那个女生。好了，不管，哎、欸，这一碗就是直接给你包回去，真的吗？你可以跟老公分享，他有小孩。对，好，没问题。那你不要把我们的丢掉，可以吗？一起吃，不会，一起吃。他吃完这个碗，记得寄回来给我们星光影放新闻。嗯，好，没问题。对，没办法，因为讲究环保。因为我们节制啊，我们这个有花钱，我们都会想要回收。对，OK， 我觉得你可以回收再利用。我觉得你要再多吃一颗，我们觉得今天的这个行程就可以完美结束。然后就是，等一下 ending 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就再聊一下啦。就是其实这个粉丝追很多年，很辛苦。13、14，不要说花了多少钱，我觉得是花了多少精力。真的，有时候我跟很多粉丝会说，哎，我都骗我男朋友。说怎么样，我才来追你。对，我觉得一定有经过那段时间，然后男朋友就会生气，可是他会完全不顾一切，从南部跑到北部，就一定要追到。你住南部都快哭了，你看。我住北部，住北部。哎，流泪吗？想到那些时光。哎，你讲一个你曾经追过最辛苦、最疯狂的，其实我都追老大。对，就是那个什么。跨年场最大，他是跑两边，对，然后你两边都冲，对，我们就跟群友一起同行，他们都跟群友一起这样子，就跟包车，包车，对。如果是高雄的活动，我们就是直接包车下去。你知道那有多危险吗？因为他们的话都会，比如说警察开道啊，对，他们都可能就是直接有那种专业包车的，那个司机有专业粉丝包车的啊，不，不用了，别人，然后大家要划单，你再讲评分哦，啦，评分啦。冲啊！真的、哦，太疯了，太疯了！哦，不要，他脑袋的幻想。我要把它塑造塑造的疯狂。OK， 然后觉得今天见到他，我其实大家可能又没有觉得说他很像意外的兴奋什么的，其实有点像老朋友，像朋友，现在老朋友老家人了。然后只是说刚刚在讲起这段回忆的时候，
他心里有点揪揪的，鼻子有点酸酸的，因为这都是过程。对啊，那你希望你可以一直支持一下客群，一定会，一定会，对啊，电影啊，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我觉得这是一个，就是一个一个很棒的一个依靠，嗯，真的很棒很棒。好了，今天我觉得既然是一种。被阿伟弄一弄之后，你要不要在最后再补一下你的专辑？我怕大家忘记，以为意外意外的是感性收场，意外感性收场，来再宣传一下。最后就是希望所有的群友，嗯，喜欢我那么多年，我很开心，嗯，你们一定要记得要吃点点心。哎，你已经完全忘记了，我不过要吃野人 ，OK？ 哎，没有，但反正做音乐啊，辛苦是应该的，可是我很快乐。嗯，其实做这个计划我也很快乐，那做唱片也很认真，没有错。但是我不会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买唱片或怎么样。假如你真的觉得想要留下来纪念，再去买就好了，这不重要。对，可是最重要的是能够试着去听身边的人，这个比较重要。OK OK， 这是很棒的。好了，今天星光云创新闻真的非常的圆满，然后非常开心，然后我们下礼拜见，拜拜。要支持客群哥的专辑哦，专辑要吃野人火锅。